实在太严重了。我想住在中部的你们应该超有感觉的。然后改变空屋绝对不会是一两个人在街头举布条就算了，我们要送，现在超标啊！糟糕了，再过五年我们都变疯狂麦斯，那个要送真正懂空气污染议题怎么解决的人进国会才有办法解决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那现在离大选还有几天啊？二十天吧，21、22。However， 你们一天调查一个党，只要不到10天，政党票都调查完了，你就知道谁比较会治理这件事情。好，兄弟无帮不应该。
上未来。天地的人怎会当对伊感觉无心无目屎？苦情的人有无能干？有一心希望的爱，遭遇那多无人甲你，咱只好心肝放轻松。
谢谢。